我是来找我的外孙女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哈尼就是我的女儿，我才是哈尼的妈妈。你要到处广告陈慧兰有个不为人知的女儿，让大家都知道吗？我是在强忍，只要能守住我们哈尼，其他怎么样我都无所谓。现在我想把哥抢回来，我要再次拥有你，无论如何都要你再次成为我的男人。未来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的烙印。